骑士往前骑，左边一辆红色轿车突然冲出来，直接撞上去。骑士第一时间被撞到引擎盖上，驾驶却没有马上刹车，几公尺后才赶紧停下来。骑士重摔在马路上，一动也不动。我都袂晓动去，唔知要安怎动去啊！哦，我规人戆去，一个人雄雄吊伫我车顶安尼。红色轿车驾驶说，当下也吓了一大跳，好几秒后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刹车。趴在地上啊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鞋子，一只脚有穿着，另外一只脚的鞋子在。跟国车一样在那一边。事发在23号早上8点，宜兰苏澳海边路安南路74巷口，56岁杨姓男子开车突然撞上的是79岁陈姓骑士。警方获报后到场，立刻将骑士送医，他第一时间就没了意识。经过2个小时的抢救，还是宣告不治。陈姓骑士酒测值尚在医院抽血检验，自小客车阳性，驾驶酒测值为零，详细肇事原因待警方后续厘清。陈姓骑士遭撞，头部受伤送医不治，驾驶是经过路口没注意到骑士，还是骑士有违规状况还要厘清，但发生车祸酿成一死，驾驶恐怕得负相关责任。 TVBS 新闻检察陈郭颖宜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